带装备爬上水泥塔，你想学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边小子，雪地图的水泥塔。相信喜欢玩雪地的小伙伴都不陌生，经常会有狗粪的玩家跳这上面。小子巡查时都有遇到过，主要是因为这上面不刷物资，前几个圈基本都刷这里，而下面收到物资的玩家没办法直接上来打了。这期教你们如何带装备爬上水泥塔，不过只适合操作灵敏的玩家，手比较笨的看看就好。找一辆载具，最好是轿车，把轿车开到断梯的底部，就是我这个位置。跳到轿车上后，对准对面的这个杆跳，然后人物就踩到杆上了。走到侧边后，再拉满疾跑，对准杆中间跳。来到这个位置，前面两个没技巧可言，最后这步就比较难了，需要疾跑和跳跃同时操作，才能触发喷爬动作。把握不准的话，很难上去。上来后就可以直达水泥塔顶，到时候上面有多少人都是你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啊。好了，我是南边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小猴子牛逼。